怎样拯救折纸书里的纸飞机？这是书里的蜂鸟号纸飞机，有颜值没实力，只能糊弄幼儿园小朋友。机型采用完全对称的双层结构。主要问题在于重心不合理，重心靠后，并且机柄太宽，翼面太小，容易失速，同时横侧稳定性太差，很难稳定飞行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款纸飞机，就算是一坨纸团也要试着拯救一下。改进思路很简单，就是将重心前移，通过卷折强化机翼，将结构向前集中。开翼时缩窄机柄，同时适当斜躺，增加机翼面积，改善升力。同时使用托夫锁锁住机头，目的是增加机头配重，进一步前移重心。机尾上层向上拉出垂直尾翼，增强横侧稳定性，这样改进之后的蜂鸟号 Pro S 飞行能力就相当强悍了。等一下，怎么看着和纸飞军的双子星纸飞机那么像呢？最后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纸飞机的重心不能太靠后呢？